有一个妈妈呀，她儿子啊才五六岁，嗯，这一天呢，她就让她这个儿子啊给她奶奶吃苹果。哦，哎，她就说了，哎，小刚，我叫你给奶奶吃的苹果，你给她了吗？对呀，这小刚说给她了，但她还是给我吃了。她妈问，那为什么呀？嗯，小刚说，我把她的假牙藏起来了。